对，除非我跟你讲，你要加速我说可以啊，我现在第一个条件呢。我继续登王女车了。我立个 flag 都会，有人抖红 S 七我就抽啊，跟上次那个 CV 大一样嘛。对，有人抖红 S 七鼓励我一下我就抽了。どれがいいかな？七七七。哇塞，有人抖内了。这么多的吗？七七七。那么多的吗？赞助主播抽卡六六六，就是硬要我抽就是了。那我故意设一个大家不会办到的条件，还是要有抽卡抽起来。我故意设一个哇777刁难的条件，竟然有人懂那啊？太神啦！可以抽了吗？感谢 Dash 豆内让我们有抽卡看。次は私の番。Okay, 七七七。感谢豆内六千。啊，我计划失败了。破200人啦。ごめん。ぼーっとしてんじゃないよ。啊，我们计划失败。想说我可以多资源多撑一点。あんたの狙い通りだ。多撑久一点啊，我资源要没啦。刚刚是谁说要抽卡的？感谢 Dash 大大。好了，我们说到做到啊。Face blue ideas, face blue ideas, face blue ideas。好了，来抽，说我们看能不能抽到贝拉了。仅剩不多的资源，我们就给他抽下去。来吧，不啰嗦，反正应该没人来了。抽 ，Go。上。目前这池累积几抽了？零，因为我上次第一百抽的最后一抽，今天更新完命运螺旋都会卡住。零，我现在累积是零抽。紫光紫光，上次是最后一抽才中。列奥尼德一，来吧。哎，那这是怎样？大家讲说中了十抽很容易中，难道是真的吗？今天官方群很多人讲，很多人讲666。今天官方群很多人讲说送是。中十抽很容易中，哇！这个难道不是抽卡有保底几抽？难道不是那什么？难道不是谣言？歪歪歪歪歪！我连续60抽就6把了，可是我没中耶，表情符号难过。我不知道今天在官方群，难道今天该抽了吗？官方群很多人这样讲。歪歪歪歪！不是谣言，表情符号大笑。这样好难看。今天大池也中贝拉，直接就中贝拉贝拉，直接中贝拉了。干嘛定格？不是等很久的 YYY， 有人在申请代群、啊，有人没有中吗？有人777，有人在申请代群，我在那边点。太神啦！哇，好扯，直接都贝拉了。好了，我们不要说拿人家6000块，对，都抽十抽我们就。结束好不好？我就是拿钱就是要办事，我认命一点，我来抽三万杀好不好？对，我不要说他妈6000多，十抽就结束，对，那什么啊？会被人家嫌弃的，我就把它就把它抽一抽，看三万杀会出什么，这次会出什么？对，因为贝拉已经中了，我想要用刷碎片就好了。我们来赌三万杀，因为我现在。就是三只里面，四只里面我已经有三只了。欧洲到爆。对，我现在科尔有拿到了，之后贝拉有拿到了，之后上次又歪了利奥尼德，就剩萨曼莎而已。对。杨寿。继续说。小心你要回归校正了。就给他笑，反正 我钱拿到手就要溜了。你现在 SSR 几率多少？我已经摸。是欧皇。又中。超欧。又中怎样？太神啦！跟着主播20抽出彩。我刚刚拿着送的十抽，我的萨曼莎结果，我的实况效果。哟，我的实况效果那不行啊！哎呦，太神啦！又中。哦，我的实况效果都还没中，我就一直。年の成果。太的。理想へ向かって勇往邁進する若者。歪了，继续啊。那这毁坏我的时光效果是怎样？野之魔女，
而且我语音太多人是这样，一直抱着这样。好啊，继续抽啊，反正拿钱的我就把它全收了。再抽一支啊。帅大叔也不错啦。再抽一支，拿钱就是让大家多看一点啊。顺便消一下业障啊，把几率叠一叠啊。反正我讲啊，脚下下一次出默默，我也不一定想抽啊。其实萨曼莎的被动基本上等同在动不懈。跟你讲，假脚下一次真的出默默，对我比较想要拿到萨曼莎啦。我看完跟着抽结果重复贝拉。说真的啦，他脚下一次真的是出默默的话，我是比较想要拿萨曼莎的，比较有用。默默跟贝拉有点重复，对我没有很期待啊。对我继续抽啊，除非他改技能组。哈，我刚实抽也中了，不知中哪一只，好像会捡到你的台子。哇，没有了。出默默的话，我应该也继续存了。反正我抽到干之前没跟下一只是这样。跟着抽出萨曼莎维泽尔。反正就是，要么就抽干嘛，不然就是看出再出一只嘛，就紧手。现在几率多少？几率多少？等一下，我先看一下。我原本是3%。抛之前是3%，我看一下，3.57。天使，我想要3.57。我跟着抽40科尔大解码的。好，继续。我中沙曼沙，我还有40。来吧。来。泰登好吗？小介绍一下。果然开始校正了啦，好啦，全部送你啊！我有现金打比较重要啊，全部送你。这游戏没有类抽送奖励有点坑。得抽送奖励。看得我好想抽 Rolling on the floor laughing， 不行，我要等王女。王女我已经有了，所以我可以随便抽啊。我已经自暴自弃了，来吧。泰登要配哥洛丽亚吧？愚者有机会是出森林妹子吗？果然要小保底了。果然啊，就前面泰欧是要开始还的啊，我现在就全部还给他。今天送的十抽中了萨曼莎和马格，我就当作在叠保底啊。我最惨是70才出 SSR， 果然要见好就好。所以说要量力而为，我现在示范给大家不量力而为是长怎么样，就是像我这样。几抽保底？200啊，硬保是200，而且。今天送的十抽是必中的吗？不知道，就是听说蛮多人十抽。上头。对。演示给大家看，对不对？你只要上头，就会像长得像有出就中算吗？有出没出过新的那个词的 up 就总算。中过的角色还有保底吗？不是地中表情符号难过。对，上头就长这样，就是都不会出了。我现在演示给大家看什么叫上头。不是地中的你想多了。反正我前面两个我已经赚了，我已经赚，不是60就是70了，所以我收摊了啦，存起来。好啦，最后十抽，校正回归了，表情符号大笑。最后十抽，140抽7 SSR 算欧吗？新，见好就收。看，这个就是上头的结果，对大家。我昨天单抽三抽两张 SSR 科尔跟王子，没了。校正回归，表情符号大笑。这个叫认清好不好？上头就是长这样，对，千万不要上头。卡顿哦，不是那个刚网络稍微顺断。十抽中了两个贝拉00，原本要科尔表情符号大笑。